主料，淡麦油300毫升，糖粉240克，黄油54克，黄油切块备用。备好所有材料，将糖放入锅内小火干烧，糖一边融化一边搅拌，待所有糖融化后放入黄油，冒泡时加温热的奶油搅拌均匀，再次煮至冒泡时关火，趁热盛入容器里流动状态，随着变凉会成浆状，拿来涂抹吐司最合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